江北跑起，英国的大口袋。请问在玩什么？我们就玩大老二。没看过这种玩法。这个要怎么讲？大概下午两三点以后，会一些老一辈的有没有六七十岁会上来下下棋，然后五六点就下山。是，可能也是说老一辈他们退休下来没有地方去嘛，就是下下棋啊，打发时间这样子。买水果。我就本身我是喜欢看他们下，他要下的话就不行。这个建筑我到时候有钱，所以大概30。我住在中研院。中研很远嘞，不会啊。骑摩托车大概半个小时吧，3小时。对，我老家在嘉义，然后小时候就上过。Oh, he's a guy, I'm not